好，咱们上课吧。上次我们讲到了《左传》的思想倾向。那么，《左传》的思想倾向呢？首先，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，就是维护周礼，维护周天子的权威。他希望呢，能够恢复当时被破坏了的社会秩序。让社会在周礼的约束下井井有条，所以他非常反对当时那种破坏礼的行为，反对犯上和弑君，同时呢，对礼周礼和等级制的破坏，对于旧贵族的没落，他是。看得非常清楚，就是《左传》的作者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倾向，他写出了那些旧贵族的不可避免的没落。比如上次我们讲到，齐国的晏婴到晋国去，和晋国的叔相有一段对话，叔相问起齐国的情况，晏婴就向他讲了，齐国的国君，他不爱民。而齐国的臣氏能够得人心，所以呢，这个人民呢都在归附于臣氏，齐国的姜姓政权呢岌岌可危。他看到了这样的现实，《左传》的作者呢真实地表现了这样的现实。那么叔相呢也向晏婴介绍了晋国的情况。晋国也同样如此，晋国的公室也开始衰败。所谓公室就是晋国国君的同族，晋国的国君和他的同族同姓那些人，他们也在衰败，国家的政治越来越腐败，公室之悲，其何日之有？公室日益的悲弱，那么晏婴就问叔相，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？因为叔相他也是属于晋国的公室，他是贵族，是晋国的国君的同族。那么叔相就说，晋之公族，晋国的公族都零落殆尽，细闻之，公室将悲，其宗族之业先落。戏就是杨蛇戏，是叔相的名字，他姓杨蛇，他说公室要悲弱的时候，宗族枝叶先落，就是王室，那个晋国的国君的同宗，他们就像一棵大树，说这棵大树到秋天。它要凋零了，那些枝叶就先落下来了，那么枝叶落了以后，则公从之，也就是国君也就要衰败了，系之宗十一族，唯杨蛇氏在矣。他说我们同宗之人都已经衰败了，只有我这一支还在。可是呢，系有五子，公室无度，幸而得子，其祸嗣。他说我又没有儿子，我们家也绝户了，而且公室无度，我这一支绝了不要紧，晋国的公室也是这样，不争气，腐败，无度，不遵法度，所以公室的衰败也是指日可待的。本来我这一支就无后，我就指着晋国的公室，我们这个宗族，可是这个宗族看来也保全不了了，所以我将来就算死能够寿终正寝，也难以获得祭祀，没人祭祀我了，我自己没有后代，公族也快不行了，谁还祭祀我呢？就这样的话，真实地表现了当时那些旧的贵族在社会变革中那种岌岌可危的
的这种地位和心态，啊，他们是岌岌可危。一方面他们自己不争气，是吧？日益腐朽。另外呢，整个社会在变迁，理智被破坏了，他们享有的那些特权慢慢的也就没有了。所以最后，啊，死后连祭祀都没有了，就是他们就绝了，是吧？这个宗族就绝嗣了。这是《左传》里边表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，就是它反映了当时这种社会的变迁，旧的贵族的没落。当然，在这种社会变迁的过程中，《左传》的作者他还是持有一些进步的思想的。什么进步思想呢？就是当时日益兴起的民本思想。民本思想，民本思想的由来是非常久远的，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。西周初年产生了一种新的天命观，啊，西周的统治者提出天命弥长，主张敬天，同时就要保民，啊，这实际上就是民本思想的萌芽。那么这种思想，啊，不断的发展，到了春秋时期，啊，在社会上就非常突出，就这种民本思想。那么民本思想的核心就是要重视民，要求统治者爱民、保民，啊，认为民无邦本，民为邦本，民是国家的根本，这就是民本嘛。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，啊，本牢固，国家才能安宁。另外呢，还提出民重于君，民的作用、民的地位应该重于君。当然，民重于君，也就更重于神。这个时代的人还不能完全排斥鬼神迷信，但是很多进步的思想家，还有进步的一些人士，开始认识到民的作用要高于神。比如这个庄公32年记载，史弼就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：吾闻之，国将兴听于民，将亡听于神。国家要是兴旺，要听从民意，而不是靠祈求神的保佑，不是通过占卜求神意，啊，要先看看民心所向。所以他说：“国将兴，听于民；将亡，听于神。”那么，鲁喜公28年，啊，《左传》里边记载，楚国在城濮被晋国打败。那么楚国的大臣荣季就说非神败令尹，令尹就是楚国的令尹子玉，他指挥了城濮之战，结果被晋国打败。他说不是神败令尹，令尹不勤民，实自败也。他不爱惜百姓，不爱护百姓，是他自己招致了失败。啊，鲁哀公元年，啊，吴国想要伐楚，楚国的令尹子西就说了：“吴王夫差呀，他视民如仇，而用之日新，夫先自败，安能败我？”楚国人说：“不用怕他，他不可怕。为什么不可怕呢？他对待老百姓就像对待仇人一样，啊，每天都在。”没有限度的使用老百姓，所以他会自败，用不着我们打他，他就自败，他怎么能败我们呢？他不可怕。啊，鲁襄公14年，晋悼公对师旷说，师旷是他们那个国家的一个乐师，掌管音乐的，说魏人出其君不亦甚乎？说魏国人呐，把他们的国君赶跑了。说这不是太过分了吗？师旷却说：“
啊，或者其君实甚，不是民过分了，而是他那个国君做得太过分了。说这个国君呢不爱护百姓，啊，残民已逞，使百姓实在无法忍受了。他就说，若困民之主愧神乏嗣，百姓绝望，社稷无主，将安用之？这样的国君啊，他不好好的祭祀神灵，同时对百姓不好，使百姓绝望，这样的话国家就没有一个好的统治者，这样的国君还要他干什么呢？为什么不能把他赶走呢？你看这样的思想在当时就已经是非常大胆的，非常进步的啊。师旷还继续说，天之爱民甚矣，其使一人似于民之上，怎么能让一个人在民之上啊随心所欲呢？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，必不然也。说天一定不会这样做，天不保佑这样的国君啊。这种思想在当时应该说是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，而且后来的孔子、孟子都是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，提出了仁爱的学说、仁政的学说。比如这个孟子，他就提出这个啊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是吧？民贵君轻，还说对那种残害百姓的暴君可以进行杀伐，可以把他赶走，是吧？说那样不叫弑君，啊，古人不是反对弑君吗？是吧？孟子说那不叫弑君，啊，孟子这种思想都是从这儿一点一点的发展来的，啊，像《左传》里边这样的思想还有很多，比如昭公32年，始末就对这个针对鲁国的国君，啊，被季氏所驱逐，死在国外。他发表了一个评论，他说：“鲁君侍从其师，季氏侍丘其禽，民望君矣。”鲁国的国君好几代、世世代代的都犯错误，有过失；季氏世世代代的修其禽，他们勤勤恳恳的勤于政事，爱民，所以百姓就忘了国君。虽死于外，其谁今之？虽然国君死在国外，谁可怜他呢？没人可怜他。社稷无常奉，君臣无常位，自古已然。这个思想啊，在那个时代出现，应该说是非常可贵的。社稷无常奉，君臣无常位，没有任何人他可以永远的占有一国的政权，可以世世代代的去占有它。谁爱民，谁得民的拥护，谁就可以拥有一个国家。所以即便你是国君，假如你不爱民，民就会抛弃你，你死在国外也没人可怜你。他讲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就是《左传》的进步思想，民本思想。当然，《左传》里边啊，他的思想还很多、很复杂，啊，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进步思想，也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局限，这都是那个时代所不可避免的。在这儿呢，我们就不一一的说了，我们就主要介绍这两种思想倾向。一种呢是他要维护周礼，啊，再有一种呢就是提倡民本思想，啊。维护周礼，我们也不能够绝对的说它是一种保守的、落后的思想，因为在那个社会大变乱的时代，啊，社会上充满了动乱，各个阶层的人都饱受痛苦，所以人们在乱中思治，就希望回到西周那种社会安定的局面，希望能够用周礼
来约束各种人的行为，啊，它是这样的，啊，并不是完全的要开历史的倒车，是吧？要倒退，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有的书上说《左传》也好，儒家也好，提倡周礼，是吧？我们就要把它放到那个时代大的环境下去看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？效果是什么？是吧？而不能一味的说提倡周礼，向往西周，就是复古，就是想开历史倒车。有很多书上都是这样讲的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呢，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，要能够正确的看待这种现象。好，下面我们就进入下一节，啊，就是关于《左传》的写作特点。《左传》这部书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受人推崇的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文章精彩生动。在过去学习古文的人啊，没有人能够不学《左传》啊。在今天讲到古代的散文啊，《左传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。那么这部著作呢，啊，它的总体特征，前人说它艳而富，这是近代的范宁啊说它艳而富。艳是说它有文采，富说文章繁复，也就是说内容丰富，词藻也丰富，这是富。唐代的刘知基说《左传》这部书是其言简而要，语言非常简要，其事详而博，记载的事物又非常详尽啊，而且非常丰富啊。清代的刘大奎说他是情韵并美，文采照耀。刘大奎是古文家，也就是说他不是一般的学者，他是搞这个散文研究的啊，所以他从散文的角度说他情韵并美，文采照耀，很有文采。其实不光这些人推崇，就在汉代的时候很多人就喜欢《左传》。喜欢《左传》也不仅仅是由于它的内容啊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喜欢它的文采，喜欢它的文采。就是刘向，这咱们都知道这个人，是吧？刘向的儿子叫刘歆，他就非常推崇《左传》，他家里边的妇女小孩都会背《左传》，都非常喜欢啊。古人呢，这个当然古代的书少，不像我们现在啊书这么多，知识这么多，可看的东西多，古代的书少，所以古人呢能够有精力专门的读一部或者几部书。当然我们今天也应该学习这种情况，只有把一两部书读精读透，你才能够从中受益，才能够以点带面。所以读书呢，读书也好，学习也好，总要有自己的一个专长，是吧？这个专长可以是你自己的爱好，你就爱好这一门，可以钻进去。刘向家里的人就喜欢《左传》，啊，魏晋时期的人，还有的人特别喜欢《诗经》，所以家里边的这个各种人，包括这个婢女，就是使唤丫头，都会背《诗经》，啊，都有这样。上学期我不是给你们讲过这样的例子吗？所以这个我们呢，也应该在古代文学方面，每个人都有一点自己的专长，有一点自己的爱好，对某一两部书，啊，一两个作家要了解的深一些。咱们还是回到《左传》。啊，《左传》的文章总的特点啊，就是细密详善，就是说它记事非常细致，记事
非常细致，非常详细，非常丰富，而且富于文采，他语言富于文采，这样就给人一种具体生动之感，很具体，很生动。他就不像《左传》，不像《春秋》那样非常简略，一件事儿就用一句话，他不是这样了，啊。另外呢，他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委婉蕴藉，意味深长。委婉蕴藉，无论是记载事物，还是人物的言论，都非常委婉、含蓄，能够有意味，令人回味。啊，那么这个特点，其实是周代文化的特点。从西周时代，人们就提倡文。那么文，它的含义有很多。啊，首先是各种典籍文献，这可以称作文。另外就是礼乐制度，也称作文，比如礼也被称作文。现在还有一个成语叫繁文缛节，或者繁文缛礼，是吧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各种礼节。同时呢，就是文采，就是一个人的文化修养，体现在言行举止上，啊，就是能够说话有文采，行为温文尔雅，这也叫文，这也叫文，啊，那么周代的文化，它就有崇尚文的特点。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？周代是非常重视史观的，史，它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史观文化。那么史观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你们想一想，展开联想，想想古人都说过什么关于文和史。孔子说过这样的话：智胜文则也，文胜智则史，是吧？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那么文胜智则史，你们想过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为什么叫文胜智则史呢？史就是史官，史官的记录，这都叫史。文胜智则史，智是什么？是质朴，太质朴了，没有文，孔子说那叫野，野就是乡野、田野，也就是过于质朴的人，啊，粗鄙之人，啊。可是呢，文要是胜智，就是史，也就是说史的特点就是文，对吧？崇尚文，有文采。啊，周朝的史官文化本来就有这个特点，《左传》恰恰是一部史，它继承了周代文化的这个特点，所以它非常崇尚文。这个崇尚文呢，还有两方面，当然有两方面的原因。一方面是《左传》的作者继承了周代的史官文化，他在记载的时候就上文，就有文采。另一方面是他所记载的那些内容，那些对象，无论是人物还是人物的言论，都是崇尚文采的，那是他记录下来的，是吧？所以无论是从他所记录的对象，还是他自己的记录方式，都是上文的，这就形成了《左传》这种特点，啊，细密详善，富于文采，而且又委婉蕴藉，意味深长。委婉蕴藉，意味深长，这是它的一个总的特点。下面我们就具体的讲，啊，第一个特点是精彩细密的叙事。《左传》当然它是记载历史的，所以首先就要叙事，它的叙事非常精彩细致，啊，其中，啊，作为叙事。
它有这么几个因素，一个是情节，一个是人物，人物我们以后再说，啊，还有呢就是细节和场面。它不光有情节，它有细节，有场面，这就非常具体，就非常具体。啊，这一点上，它和《春秋》是截然不同的，《春秋》非常简略，只是把事件记录下来，它没有细节，没有过程，当然也没有场面。比如这个《春秋》第一条记载，啊，隐公元年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就郑伯克段于鄢，就这六个字，就这六个字，《春秋》就记载了这件大事，他就用这六个字。克段的原因，为什么郑庄公和他弟弟打了一仗？这原因，还有过程，还有结果，他都没讲，中间的细节一概没有。而《左传》里边，上一期我们讲了，它就发展成一篇故事，而且这个故事它有倒序，出郑武公取于江，对吧？啊，有这个倒序，有克段的过程，还有克段之后郑庄公和母亲之间的矛盾，还有这个事情的解决，是吧？这就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，啊，故事当中还有细节，有场面，啊，所以这个《左传》的作者呢，就特别善于讲故事，他善于通过一些铺垫、照应、追溯、插叙等等的手法，把很多事实很巧妙地安排在一起，就形成一种引人入胜的故事。从文章来说呢，就形成了完整而严谨的篇章，就有了篇章。那么《春秋》呢，就很难说它有篇章，是吧？它就是一句一句的话，一句话就是一件事儿。啊，除了我们学过的郑伯克段于鄢，像这样比较完整的故事，《左传》里边还有很多，比如这个鲁宣公二年，记载这个，晋国的一件事儿，晋灵公不君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一段没有，是吧？应该学过，晋灵公不君，他很残暴，是吧？那么赵盾就劝说他，他还不听。他觉得赵盾是个眼中钉，想除掉赵盾，是吧？最后呢，他终于被杀。被谁杀呢？是被赵川所杀，不是被赵盾所杀。可是呢，《春秋》上却写晋赵盾弑其君以稿。这件事儿不仅记载的简略，而且把凶手说成是赵盾，这就让赵盾蒙受了不白之冤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《左传》里边交代的非常详细，交代了晋灵公不君，晋灵公不仅不听劝，还想除掉赵盾。啊，结果呢，他派一个勇士除糜去行刺赵盾，没想到除糜早晨天还没亮就去了，到了赵盾家里，啊，在门外一看，赵盾已经起床了，坐在那儿换好了朝服，恭恭敬敬的准备上朝。他一看这样的人，这么勤勤恳恳，啊，这么勤于国事，我要杀这样的人，我不忠，我不应该。可是他又不能够违抗君命。他左右为难，怎么办？他就撞在大槐树上撞死了，自杀了。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，晋灵公又想在酒席宴上杀赵盾，结果被赵盾的卫士
提弥明发觉了，提弥明就保护赵盾，结果也被杀。赵盾呢就往外跑，眼看后边就要追上了。当然这里边还有细节，晋灵公还放出一条大狗来，是吧？这你们要看过的话都知道。眼看后边要追上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作者突然按下不表，他插叙了一段，说当年赵盾外出的时候，在路边看到一个人快饿死了，奄奄一息，他就派人给他饭吃，把这个人救活了。说这个人啊，他叫凌哲，他现在就做晋灵公的卫兵啊，晋灵公派他们一起来杀赵盾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凌哲挺身而出，反戈相向，啊，救了赵盾。结果赵盾又一次脱身，就像这样的情节，简直就像小说一样，是吧？简直就像小说一样。而且其中还有一点儿想象的成分，什么想象呢？就是那个对，楚尼他自杀。他自杀时候的心理活动谁能知道，是吧？只能知道他自杀，但是他为什么自杀，他自杀的时候他说了什么，心里怎么想的，都是史官在那儿凭想象做描写啊。所以这样的东西就简直带有一点小说的成分。然后最后就写晋灵公最后被杀，晋灵公被杀，史官就记载赵盾弑其君，然后《左传》的作者就借孔子之口对此表示惋惜，并且解释为什么史官要这么记载，说赵盾弑其君，因为赵盾作为当时的晋国大臣，主持朝政，晋灵公被杀，他并没有流亡到国外，他还留在晋国。既然他留在晋国，他是主政的大臣，那么他就要对此事负责。所以史官就记载赵盾弑其君，所以孔子也对他很遗憾，表示遗憾，是吧？说很可惜，他要逃走啊，要越境，那就免于史官用笔来讨伐他了，是吧？那么也就只有凭着《左传》里边的这段记载，我们才弄清楚了《春秋》上晋赵盾弑其君这段话的真实的意思，是吧？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什么？为什么说赵盾弑君？赵盾并没有弑君，为什么说他弑君？我们看，要是没有《左传》，今天的人就很难读懂《春秋》，甚至会有很多误解。这就是《左传》记载的，就是它叙事的一个特征，非常详密、生动。而这种叙事的成就，更突出地体现在战争描写方面，它特别善于描写战争。那么，《左传》的战争描写有什么特点呢？首先是他善于叙事，就是事件的发展叙述得非常清楚，一场战争的起因、过程、结果啊，战争过程中各个方面各种人物的活动他都交代得有条不紊。那么通过这种叙事，他侧重交代跟战争相关的政治、外交等活动，他不光写战争的过程，不光写战斗的场面，啊，他要交代和战争相关的政治、外交等等活动，啊，揭示战争的背景，还有胜负的原因，啊，所以他不光是客观的记录战争，啊。他能够写出和战争有关的
政治、外交，写出战争的胜负的原因，这实际上就是寄托了某种思想见解。啊，他往往通过写战争表达某种进步的观点。啊，比如最有名的战争，像是喜攻28年的城濮之战，这一场战争涉及面很广，前后历时3年，卷入的国家有11个国家。啊，那么作者呢，就用了非常详尽的笔墨，交代战争的始末，就是为什么要打这一仗。他是围绕晋楚争霸这个大背景，围绕晋楚两国的矛盾，特别是楚国咄咄逼人的北上，侵扰了中原的那些小国，就现在在河南境内的那些小国，当时总是受到楚国的侵扰，岌岌可危。而这些国家呢，有很多是周王族的同姓，就是姬姓，啊，和晋国当然也是同姓了，晋国也是姬姓，啊，所以这些小国呢，指望着本来指望着周朝能够保护他们，但是周保护不了他们了，啊，东周保护不了他们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晋国他想要称霸，想要做霸主，他就出来抗衡楚国，保护中原那些小国，他是这样一个大背景。首先，《左传》交代了这样的一个大背景。如果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来看，他先讲了晋国的内乱，讲了这个晋公子重耳怎么出王，怎么回到晋国治理晋国，晋国强大起来了，就要跟楚国打一仗。而且在这之前，晋公子重耳出王的时候到过楚国，楚王帮助过他，可是呢，当楚王问他你回国之后怎么报答我的时候，他怎么说的？有人知道吗？对，有的同学都看了啊，说子女玉帛，你都有，还有这些这个象牙犀角，这些宝物也都是你这儿产的，我也没什么可给你的。如果一定要问我怎么报答，那么我可以说，等到将来咱们两国兵戎相见的时候，我退避三舍来报答你。所以当时楚王手下有人就劝楚王杀了重耳，是吧？楚王没杀。那么这一段话不仅表现出重耳他的远见、他的机智、他不卑不亢，从中也可以看出来晋楚两国的矛盾，是吧？重耳他就看到了这一点，他就想到将来晋国和楚国要有一争，会有兵戎相见的那一天。那么《左传》它实际上在此之前，它就交代了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，所以后来重耳回国之后，晋国渐渐的安定强大，啊，而楚国呢又不断的北上，这样两国就终于要兵戎相见了，啊，然后呢，他又讲两国在政治上、军事上的优劣得失，啊，讲这个楚国。啊，晋文公继位之后，这个他在国内如何的教民，对民啊进行教化，然后呢进行军事部署，任命将帅，选拔人才，然后又开展外交活动，孤立楚国。啊，他先讲这些，而楚国那方面呢，不仅讲他咄咄逼人的北上，而且讲他国内的政治君臣不和，楚国的主帅子玉他是刚而无礼，啊，君臣之间啊意见不统一，君臣之间意见不统一，可是楚王又不撤换子玉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隐患。一个军队主帅是最重要的，主帅是最重要的，可是国君
对这个主帅不满，你就应该换上一个你认为更能胜任的人。可是他又不换他，可是又不支持他，又不多给他兵，你想想，这首先就埋下了隐患。而且像是晋楚争霸这样的大战，晋文公亲自率兵来作战，楚王也应该亲自来，是吧？他只是派子玉去，对子玉又不信任，又不支持，这首先就埋下了隐患啊。然后又写具体的战略部署，子玉也是屡屡的失误啊。而这个晋国一方呢，在战前经过非常严密的部署啊，确定了这个具体的战术，而且即便是这样，晋文公还非常小心翼翼，他胆小啊，小心谨慎，在战前还是不敢打，甚至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什么了？咱们有同学看过是吧？梦见他和楚王打架，楚王把他压在身子下边，吸他的脑髓。他就很，这反映什么？梦都是心里边想的，是吧？反映了他的担心，他担心自己打不过楚国。可是楚国的那些将领们就鼓励他，说打吧，然后就给他圆这个梦，就给他说这个梦，说是楚王把你压在身子底下呀，他是脸朝下，你是脸朝上，说明他是向你朝拜，他来朝拜于你，你准能胜。然后这个楚国的将领还让士兵在夜间唱歌啊，那个歌谣的意思呢，也是鼓励这个重耳大胆的去作战啊。就这样重耳才坚定了信心。那么重耳就是晋文公啊。那么这样的描写实际上也是说晋文公他对事情非常的小心谨慎。古人就认为啊，做事情啊小心谨慎是取胜的一个必要条件。我们看老子也好，孙子兵法也好，说打仗的时候都要非常小心，战战兢兢，不敢打，越是这样越能打胜啊。这个晋文公就是这样啊。然后呢又写交战的过程，写这个子玉这个来请战，还有晋侯的回答。晋侯的回答呢也是很谦虚的，子玉呢也是刚而无礼，很傲慢。然后呢晋国这一方呢还确实主动撤退了90里，一方面呢是表示自己不食言，在关键时刻要报答楚国，另一方面呢也是主动示弱，打仗的时候主动示弱，这是取胜之道，这是取胜之道。主动示弱，往后退，退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位置，然后再交战啊。最后就是用非常简略的笔墨叙述了晋国的战斗措施啊，战术措施和战斗过程啊。一场大战他就这样交代的有条不紊，当然是还交代事后这个晋国如何处理后事，如何向周朝献俘啊表功，讲这个楚国楚王听说子玉打败之后怎么办呢？谁知道这个结局？逼迫子玉自杀，说是我想宽恕你，但是你回来你怎么对得起国内那些父老呢？你让他们的子弟都死了。楚王逼迫子玉自杀，还专门又交代了一句，晋侯就是晋文公听说子玉自杀之后大松了一口气，
说再也不怕楚国了，因为子玉呢毕竟还是一个很能干的将领，而且子玉这次失败他肯定憋了一口气要来报仇，是吧，将来会报仇的，这次他死了威胁就解除了。你看他这个这样一个事件，他把这个过程把前因后果把一些细节都交代得非常的细致清楚啊。再比如说像写战争写得非常好的短篇，就像是记载长勺之战，这咱们都应该学过，是吧，长勺之战也就是我们所学的那个曹刿论战。那么曹刿论战呢这一段文章就是这一篇吧，它实际上是分成这么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什么？战前，其实伐我攻将战，是吧，然后呢曹刿就主动的来见鲁庄公，就跟他论战，是吧，讨论怎么打。这一段文字差不多占了全文的一半，然后又用一段文字写战斗过程啊，曹刿呢等着对方，是吧，这个一鼓作气，再而竭，三而衰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然后才追击，是吧，追击的时候呢也不贸然追击，还看看对方的旗靡折乱然后再行动，然后于是就打胜了。这是一段，这一段文字远远没有上边那一段篇幅长。最后还有一段，就是鲁庄公问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他又讲了讲，是吧，又讲自己为什么这样做。你看他有战前的准备，有战斗的过程，还有战后的总结，而战前准备那一段是全文的重点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写？这样写也是为了突出鲁国战胜的原因，也就是突出曹刿那个观点。什么观点呢？就是打仗靠的是人，这个人呢包括两方面，一个呢是和神相对而言，是吧，靠的是人的作用，光敬神没有用，至少需要有曹刿这样的人，这样的能人来指挥，采取正确的策略，正确的战术。再有这个人指的就是民，是吧，国内的民啊，要对民勤勤恳恳地为他们做事，是吧，忠之属也，可以一战，是吧。鲁庄公说小大之欲虽不能察，必以情，这个时候曹刿才说忠之属也，可以一战，这才是忠。忠是什么？就是勤勤恳恳地为民做事，这样能得到民的拥护，你可以一战。这样他就通过曹刿的话表达了关于战争的进步的见解，他是寄托着思想的。所以战斗的具体过程并不重要，是吧，所以他要比较详尽地写战前的准备和战后的总结，这就是他的战争描写的一个特点。好，咱们休息一会儿吧。